烦死了。怎么啦，球球？这眉笔没用多久就用完了，现在买不知道啥时候才能到了。你不要生气，等一下我给你做个传统眉蛋。哇，你还会做这个呢？对啊，走，带你去做。现在眉笔又贵不说，量还那么的少，真是一点也不经用。别生气啦，我这就给你做，给你多做一点。走吧。古时候的人啊，都特别注重自己的眉毛。有的人为了让自己的眉毛更好看，直接把眉毛剃光用眉蛋画的。别跟过来，小心蜜蜂蛰到你。有趣啊，来，我给你试试。我试一下。哇，姐姐真的太厉害了。虽然现在的技艺已经很棒了，但是我们还是不能忘了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。好看。